你怎么骑的摩托车呀？没看见我在这走路呢。不是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不是这臭小子也不说个话啊！你是外星人啊你啊？嘿，嘿，怎么这臭小子想打架是不是？你把这头盔摘了。快点，他不信了，今儿个。 见过美女骑摩托呀？不是，哎，你不是美女骑摩托车，你也不能撞人呀，是不是？你看见我在这走路，你还这样？我跟你说，以后你要不会骑摩托车，别在路上瞎骑啊！再让我看见，我不客气了啊。那你会骑摩托呀？哼，笑话，哥们儿当年骑摩托车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跟哪和泥巴玩呢。行。 要不然我们来比一比。行，比呀，在哪儿比？你的车呢？车。小宋，往前走。 大头子，进去抓人，动作要快。还有，如果有人阻拦，就说你是警察，警察正带好了吧？带好了，带好了。怎么样？还玩吗？ 车骑得不赖吗？有两下子。我叫英朵朵，你呢？我干嘛要告诉你我叫什么呀？以后再在马路上骑车，小心点。好好练练吧自己。干嘛？跟住！ 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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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爽。怎么样？你感觉到了吗？啊？感觉到什么？你就疯了。还疯的力量呢？我就感觉到这一路上吹的我这眼睛里全都是眼泪。还有呢？还有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哎，你是黑帮的？你看我像黑帮的人吗？那追你的人是黑帮的？哦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向你证明，我才是真正的车手。你呀，即使在玩具城里赢我十几个回合，充其量也是个玩具车手，你根本感觉不到车的力量，风的速度。行了行了，我服了，跟你说，我彻底服了。我承认你是真正的伟大的摩托车手，我呢，只不过是个电玩高手而已。但是跟你说实话，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摩托车手，我也不敢在马路上飙车。我觉着呀，在马路上飙车的人都是智商有问题，都是神经病，那么明摆着去找死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，刚才你带着我穿过那俩小铁门的时候，我差点让你给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再次感谢你救了我，林朵朵同学，谢谢，拜拜。就在附近。叶芬的手机就在垃圾桶，大头仔，给我找快。垃圾桶里，你去呀！再找，我当时以为是肖老板出卖了我，因为这部手机是我和他约好在紧急时联络用的备用手机，只有他才知道号码。我不知道段工他们其实专程是冲我来的，更没想到老方的一块旧手表后来竟会掀起惊涛骇浪，成为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。当时我立马想到了去当兵，
这不但顺了老爸的心愿，而且是不让段公他们找到我的意思。